他俩是一窝吗？不是，我不晓得，这个是在陪他的。烂都烂了。妈妈来，过来一点点。来。这个猫好乖啊，就让它吃，不跟它抢了。你有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已经裂开了都，是烂了。不知道是今天断的还是之前断的。没断，只是这里烂了。手掌断了，应该也很久了，是吧？不久，就截肢了。就这两天的事。他早上的声音叫得很大。再吃一口。哎，不怕。他就是想要边救他。哎，好，好，走，走。有人救你了，有人救你了。他一直觉得这徘徊不走。那个是你们养的？不是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这个狗了。找这个猫来，他们就跑过来。野猫，那个是野猫。不知道。要不要一下带回去？就看他俩关系好了。嗯。对。那能不能抓得到？明天。哎呀，太想去哦哈！一起走了。这个是野猫吗？主要是要个朋友陪他，他俩应该是一窝。估计长得有点像，他大小也差不多。嗯，走，谢谢。谢谢你们哦，你们救他的命哦。好，我们担心他这样会死掉。哎，拜拜。两个猫，两兄弟。哎呦，勤点，老子。这个是好的，这个可以先把它养着。他一直在陪着他，这个，这俩乖得很，后面再看。